还是比较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对，而且这个场馆哦，空间蛮大的哦，所以选手在适应上面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哇，最不需要适应就是来第二年的 Bryan 啊！哇，这球真的是。哇，勾一半，勾一半，还有吗？还有吗？美中，可惜了，已经尽力要把球给勾回来。美中转直线，后排，啊，这个球是网子帮忙啊。设定好在这个球场后端的这个强力攻击啊，结果打到网袋上面，反而变成一个球，那个开始有那个气串联起来之后，可能就会改变，就顺了，就顺了，对。而且重点是因为这个团队里面的个人看起来就觉得不是那么的担心了啊，就不是那么的担心。四郎给换下来，让宋博廷上场。不然这几个球打的那真的就毫无瑕疵啊。不过以一个判断哦 ，Nono 其实当然他可以每一球都举给 Bryan， 但是他很希望说他。啊，前面有call到，可是后面没顶起来。这个对于 Bryan 的强力攻击来说，已经算是做得很好。对，已经算是化解了最起码。哇，这球难得看到 Bryan 的跳发，直接得分16-19。哇，他发的位置刚好也在这个李俊佑的后面啊。哇，好球！刚讲到摇旗，刚好那天我有想，可是刚好戴子杰帽子投降，那就太难看了。四次的攻击，前排中挂弹，哦，这是第一局的情况。哇，还是 Bryan， 还是 Bryan， 这个没有任何的路。不过就是会比较单调一点哦，因为你知道举给被顶起来，还是中间还是没得分呐、啊。哇，这很麻烦的、啊，中间一直得不了分，这球就只能够一直往边锤配。哇，四郎今天的状况确实是一般般哦。哇，前排中真的得不到分呢。哇，还是要交给 Bryan。哇 ，Bryan 真的是到目前来讲几乎是无解啊、哦，无解。是两队唯一两位数的选手。哇！这个林嘉伟应该。这个球真的是 Bryan 跳到空中发现，哎，拦网。真的是出手真快啊！而且这个球更发球的那个人哦，所以他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这个往后准备助跑的动作，还可以16-12。真的是啊，其实真的找不到方法了选啊，唯一的方法。8-14。这球被拦出界，拦出界，拦出界。第一颗球啊，这个球真的要打这个永信杯才有机会。外面到魔术数字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有一个魔咒吗？没有，一出来就常常会有一些上升下降的可能啊。不弹就没这回事，就慢慢就过了。是。那开始弹就有可能变 M1， 也有可能又回到 M3， 那个变数就出来了。是。那当你吸。哎呦，螺旋球没打死啊 ！Bryan 跪球轻拨啊，他真的是手法真的很多啊。好球，调整自己的这个动作，然后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出手方式啊。嗯。的。嗯。要完全就是要拼拦网了。哇 ，Bryan 没接好，可是 Nono 又把球给救了回来。拦。好球，四郎这球救得漂亮，再给 Bryan， 哇哦，
哇，这个哇，这个超嗨的。哇，基本上连庄只要有办法把球放，哇，这个球就跟刚刚第二局一样、哦、对，全部都控压缩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转移到四号位给温奕凯？真的。哇，还是交给 Bryan， 还是交给 Bryan。好，打一个台球也没成，施朗够高。哇，骑马射箭啊，这一分。哇，这个球怎么没有人台球选手提醒啊？在裁判还没有鸣哨前，不要先自己当裁判、啊。呀、yeah, ，陈英说要继续发。哇，真的是前排中要过来来不及，后排要补位，这个啊 ，Bryan 还是真的是强悍、强悍、强攻了，基本攻了。哎呦，这个有点惊险、哦，边缘、边缘、边缘，可抓可不抓，拦到啊！不过这球拦出界，优势就不见了。其实刚刚那个球真的把自己归掉啊、哦，把自己归掉。而且一个得23，一个得24。对，难道我们要给温奕凯另外一个新的绰号是本土洋将吗？哇 ，Bryan 是听得有点不开心啊。抓到，还有，还有啊，没人呐、啊。可以啊，可以。这给今天都几乎是过不了啊。得分了，放短，这球漂亮 ，Bryan， 好球！突然间来了一个虚攻，哦，这应该是少见的，这个 Bryan 会用吊球。嗯，两分的差距，于你美，再来再来，还有，哇，这球好球，漂亮，再一分。哦，这个球施朗也举得很漂亮哦。嗯。哇，真的厉害！你这就我只能说，其实 Bryan 一定是一个很自律的。哇，这个球，当然我们现在的测速都只有测这个发球的速度了。对。打一个前后排的一个时间差的攻击，还有啊，这个球没有顶起来啊！哇哟，还是被拦到，不过这球拦出界，还是 Bryan 比较管用。哇，真的是高空作战啊 ！Bryan 的高空作战还是没话说。哇，今天到目前呢、啊，好，再来。哇，这一球被拦到！哇，这真的讲实在 ，Bryan 也会累啊。是。哇，这口气让整个于你美进。哇，真的是吴宗轩这球发得好哇！今天的整个发球，吴宗轩真的是在那种关键时刻，总是些球员看得恨得牙痒痒。哦，一进那都是我还得亏，真的就是我那个亏、嗯。哇，Bryan 这球留得够出去，那就很难了。这个很、哇，这个球就遇到了 TG 啊！哇，你看这球打点多高啊！哇、哎、这个球拦网出界 ，Bryan 的最后这个四号位的强攻，还是帮助连庄取得了开春之后的第一场的胜利，也继续维持着相当高。